哦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不要乱动啊！等下东西坏掉，进去。那这里面是什么？照明哦。哎，一点要更新资讯吗？看有没有更新。今天是辅导创意 2.0 哦。那个旁边那颗那个什么，那颗紫金方块。这里，对，这颗。2.0，哇，好多哦，2.0。冰哦，有新的巨型辅导，哦，真假的？巨型辅导是中间吗？是，对。哦，有哎，就是哦，之前那个船的那个新增，重点是有新的模式。看一下，国王模式，国王模式，嗯，是参考什么游戏呢？没有，为什么只有我不会飞？对对对对，有没有结婚系统？有了就神就无敌了，有可能他先推出，要出一个那个、啊、结婚系统才行啊。舞蹈祭司哦，8.8点，好、哦，受重伤可是8.8点。周周，你刚不是很好奇这里面是干嘛？嗯，好，这里干嘛？你知道那里是干嘛吗？我又没有很好奇。你有听过什么叫做三级风暴吗？你看，我又小心小心，我又没有很好奇，小心小心，我没有很好奇。太好笑了！你可以好奇一下，没问题啊。还是米菲也好奇一下？我没有，没有，还有很多我可以为你介绍。什么东西、嗯？像是这个，哎、欸，哇、欸哦，你是坏人啊！我不是坏人，打雷劈啊！不可以！他怎么卡住了？万当天使。嗯，今天有菜鱼吧，米菲，菜鱼吧，这个左脚，嗯，我们要来体会辅导创意。恭喜你们一来，我们就要挑战新的辅导创意，太神啦！今天是辅导创意 2.0， 直接进入 2.0。没错，因为它更新了满满的东西。关键呢就是有新的中央岛屿，叫做冰船洞屿，冰的感觉很酷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新的东西，就是新的游戏模式——辅导祭司模式，也就是国王系统。好、哦，那个2.0有国王系统哦。啥？你看你，啥？互相接近，互相参考，好不好？它叫做，它不是国王，它是祭司，辅导祭司。嗯，会有辅导祭司。那祭司是有40滴血，死亡会增加敌方的血量。然后祭司可能是随机选的、啊。我也不知道他祭司有没有办法自选，就是变成是不是打核心，是要打祭司。如果祭司死了，对方会加1000分。那祭司如果摔啊，或者是主导核心被破坏的时候，祭司就会受到重伤。就是祭司他不会，他掉下去不会死，不会就传回来，然后受重，受重伤，但是受伤、哦。对，那加力还是会有核心，但是核心破坏并没有分数，但是核心破坏会让祭司大量的扣血，对。哦，那祭司可以躲在买卖的地方。他好像有血，他不能进商店。好像祭司没办法进入商店。哦、对他刚刚对，不可以，不可进商店。对。嗯，对，祭司，你想的，作者都有想过。厉害。祭司没办法进入商店里，对，他就只能在外面，但是他会有一些基本的装备跟能力。OK。然后看一下哦，场上封死祭司每隔一段时间会获得那个封死啊，就是会可能是强化你的力量，或者是给你抗性。他每隔10分钟会提供一个封死，然后可以给祭司自己使用，或者是队友使用都可以。哦，好猛！每隔十分钟会有一颗那个封死可以使用。对，那个可以使用多久不确定。然后还有祭司有自己的特别的武器，叫做震肩魔枪。
这个武器呢也是可以让所有玩家去使用，就是祭司也可以给别人，那他只能使用一次，就是投掷之后那个范围都会受到伤害，有点类似 BOSS 的那种技能，是三叉戟啊，对，三叉戟，然后可能丢过去范围会受到伤害，也是每十分钟会有新的魔枪，而且旧的魔枪不收回，所以就代表你可以慢慢的累积那个魔枪，最后一口气大爆发，就可能我一人一把这样。对，嗯，然后还有什么特别的啊？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，哦，那是核心破坏模式，核心破坏模式我们今天不管。还有一个是祭司啊，每32秒祭司会生那个核心，会有小核心可以生成。32秒，对，哦，就是 每半分钟祭司就会有小核心，所以场上的小核心祭司可以有大量的帮忙，所以那个祭司的小核心就可以多多的去补充家里的岛的状况，嗯，大体上就是这样，嗯，OK， 反正玩了就知道好不好，我们今天就团结一条心，嗯，跟观众来体验新的系统，嗯，哇，大家一当菜比吧，对，然后观众我想说不定作者也会在场啦，我们可以让作者就是收买他，让他变成我们队友，欸，可以，还不错还不错，好，那我先让观众来，想玩的去 RC274760019、哦，而且祭司的装备是升等制的，就是杀对方死越多人，然后他的装备会越来越好，啊，对，哇，好爽，啊，可是他到一定的 level 之后，祭司杀玩家之后，他的装备会回归，会不会直接变成四级？装备五等以上，他会有 bonus 的效果，但是只要他一杀人，就回到四级。杀人没有，就是祭司累积能量，有没有？祭司感觉上对方的祭司，嗯，感觉祭司就是要一口气累积，他就是一个很辅助型的角色，干了，真的就是一颗核弹哎。就是正则 对面而已，你蛮特别的，酷，哦，啊，嗯，可以设置跑酷区，设置跑酷区啊，人有一点少，没什么想法，那我写完就好，赶快开始啊，马上让他们来，啊，我先东红队嘛，我出不去，我们被关在这里啊。哎呦，我已经那个收买作者了，看到作者赢在下面，作者跟我们同队啊，那是帮帮我们啊，救救我们啊！想玩的，二零先进来。嗯，频道。怎么了？刚不是挥这个吗？挥这个，按这个，啊。没有，我是按这个，我是按这个。啊！啊！啊好可爱的，哎呀，第三个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，三个，哦，从我们刚那边数过来，第三个，哦，那个，这个嘞，我这是被压死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没事。哦，那好恐怖哦，麦块的那个，也是不是调很高啊？是耶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哎，欸，他会自爆哦。啊！你再叫一只出来。我想的是杜鱼，出来的是苦力怕。杜鱼啊，会爆炸的杜鱼。是啊，他刚我们写被苦力怕杀死了。那，啊，这个嘞，我把每个杀人机关都玩玩看。哦，因为杜鱼不，你也太血腥了。杜鱼又不会爆炸，因为它杜鱼上面有奇异古力吧。哦，同一把，啊，同一只，你怎么知道同一只？太有名字是不是？他来了，打不到。哎，欸，他炸不了人，好好笑。哎，欸，哎，欸，老，oh, boy， 说什么？啊，这个嘞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欸，作者按的哦，作者按的哦。作者，作者你按错了，作者。哎，欸，为什么连这边也？
快，过来这里，过来这里。哎、欸，不不不，为什么你有这个？嗯？哦，他是坐着哦，坐着穿泳裤哎、欸。潮流啊。那我来仔细观察一下。哦，我出来了！哎呦，我又进来了。那我推你，你就可以出去了。那、啊。还是出不去，是没丢准，可能要丢正中间之类的。打光，你全丢了。啊、不我那个那他在上面，我就没办法出去了。快去哦，快去哦，多支持哦。你那边啊？用支持啊，买不到就没有了哦。风啊，有风啊，有啊，有风啊，啊，还没风。没有啊，这边过不去啊，不用风啊。在吗？嗯哼。我可以坐地板门呢、欸。Ready, ready。啊，放这里啊。反正都出不去了。在奸笑，我知道你丢上面那边，丢上面那个对准那个地方丢丢看看有没有用。上面，对啊，还是它只会掉到那边？它应该按着就不行。我们有两个小帮手，小手，嗯。然后这么加诺曼九打九，然后坐着手上拿三叉戟，那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魔枪吧？不是哦，你还记得那个名字吗？魔枪？什么魔枪？全名吗？全名哦，我当然还记得啊，拜托，作者的设定对不对？你在滚滚的，我听到了、哦。瞬间，他说只是三叉戟哦，哦，只是三叉戟，太爽了，想骗，然后等一下就换件扔出来了，全体受伤害，被打掉了吧？啊，那他们从跑酷也可以啊，走跑酷有的新的冰船洞域，感觉很神秘，哇，那我们主导就简单一点啊，末地城塞就好了。新的系统简单就好。那个要怎么选啊？那个辅导祭司模式。哎哦，这是调成核心破坏辅导祭司模式，守护拥有特殊魔力的祭司吧。如果我们等一下米菲当祭司怎么办？对啊，所以祭司是随选是不是啊？作者，作者，等他，可以。等作者回复。起死的牛牛两个，为什么会作者祭司怎么选啊？是随机的还是可以自选？你身上丢，你把那个丢出去。我刚看是好像没有，你把那个没有选。随机选择，好不好？作者已经回答了，太棒了！祭司随机选择，所以有可能就是米菲大魔王。嗯，真的是大魔王。也有可能是那个。国王啊，某个国王又要当国王啊！啊！而且也不能买装哦，我觉得很可怜。世事难预料啊！米菲，为什么你是蓝队的？为什么我是蓝队？哎、啊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为什么？问你啊！哎、欸，问你啊！好、哦。哎、欸，有、哦、三个了，对，我还有三个人还没进来。我去看一下他们 ，What's happened？ 哎、欸，作者，你是男的女的啊？是男的啊，男的吧，不知道怎么穿泳裤、啊，怎么还没加？女生不能穿泳裤啊？不是啊，那上衣怎么办？
没有，他那个 skin 是别的，他 skin 是某个什么类似剑娘游戏的。哦，假的，我要看。因为那个一拳跟我讲了。哦，他看。一拳很懂，嗯。看过嘞。这个铁有关系吗？没有。那个铁这样。哦，没关系啊，那个后面会清掉。没关系啊。进去会清掉。好啦，我。不是，这跑酷，这没有跑酷的，这是个楼梯。